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在常会通过副总统的提名，也要在今天完成总统以及副总统的登记。国民党一直坚持我们开大门走大路，为台湾人民拼搏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。现在我们走自己的路，团结一心，要为中华民国继续来奋斗。接下来我们来邀请这段日子忍辱负重，为了团结一切力量，任劳任怨，我们的最强总教练朱立伦主席来我们发表谈话，掌声欢迎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好朋友，国民党在这一段期间以来，秉持最大的诚心，最多的耐心，同理心，我们坚定地认为，合作不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轻言放弃。侯友宜跟朱立伦备受屈辱，换不回真心。我们坚守诚信，得不到真正的合作。各位同志，最后关键的时刻已经到，我们只有全党团结一致，奋战到底，为台湾人民，为中华民国打拼到底。各位，面对中华民国的未来，面对所有台湾人民最期待的政党轮替，我们全党上下一心，不管我们15位县市长，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，所有的民意代表，所有的同志，大家必须团结一致，不分彼此，不分你我，精诚团结，我们拼尽所有的力气，为了中华民国，为了台湾，我们一定要胜选。此时此刻，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，我正式发出全党动员令，大家团结一致，全党支持侯友宜。我们拼战到最后一刻，最后胜利成功一定是我们的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谢谢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。主席、秘书长、各位先进、各位同志、各位辛苦的媒体朋友，在这一段选举的过程当中，非常谢谢主席以及党内的所有的同志的相挺，让我一路走来，虽然外面风风雨雨，但是所有的同志跟我拥有一颗坚定的心，勇敢的往前走。他们最希望的是在60%民意大家的一个支持底下，希望能够让蓝白合作，这份蓝白的合作，我们用了最大的心意，拿出最大的诚意，甚至以诚信，大家希望能够相互往前走，并肩作战，达到联合内阁，达到很多的政治理念相符。但是我要在这里说，让60%民意失望了，我非常的遗憾。到刚刚我要进门之前，我还再度打电话，
没有接上，我还是一句话，等到最后一刻。那最后一刻这个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必须选出我们最能干的副总统参选人，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。所以今天借这样的机会，我特别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的副总统参选人就是我们最熟悉，也是在我们国民党最有战力，也带领了一大堆国民党所有的民意代表，在各地方能够凝聚所有的力量，不断的支持国民党。这就是我们最尊敬、最有能力、最有战斗力的赵少康副总统参选人。我们少康，我们欢迎少康，让我们欢迎赵少康。我们也邀请在主席台上的所有贵宾来到台前，我们邀请赵少康董事长来到正中央，跟着我们的朱立伦主席、侯友宜总统候选人，以及我们今天要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，一起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我们走自己的路，勇敢前行。让我们一起为国民党加油，国民党团结，国民党胜利。让我们一起国民党。